chez moi. Là, regarde chez moi. Rentre. Là, attends, moi, allez, chez moi.实在没有地方去，只能回家。你回来就对了，这是你的家。你也累了一天了，歇一下睡。
老刘，哎，老刘，哎，姑娘天啊，在大槐树下，开那个扶贫动员大会。哦，知道了，进屋喝些茶。哎，不用了，叔，俺们还要去别人家通知呢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啊，好，哎，走。三十好几的人了，整个连饭都吃不成了。忙你的去。
能行不？这啥能行不能行？一个村的你不帮一下，再不帮一下我还是人吗？你看文武这一出事儿，这一家子成啥了？啊、老支书啊，可我还是觉得你觉得啥？你听我的没错。理是这么个理，可是啥理不理的？可是不可？赶紧召集人去，快！哎，来了。可旺可旺，哎，好来了，六哥，请真话好着啊。哎，他这一屋子，他又满心病，他妈又说不出来话了，这日子本来就难过，给啥样的？现在文武回来了，胳膊没有的，还带了个吃奶的。我听说文武的胳膊打工去让棉花大包机给砸断了，后半辈子咋过嘛？一家四口全等着吃饭。谁管得了谁嘛？我屋人良心让狗吃，人在他屋出的事嘛，说不管就不管。哦，你以为上门女婿是我好当的？你翻脸，你立马就把你扫地出门了。我还真可怜。四位，你来了呀？啊，好，都来了。来了。哎，这个事啊，就是这么个事啊，对吧？哎呀，文武家出的事儿呢，大家都知道了。嗯，乡里乡亲们的，该帮衬就帮衬一下，对不对啊？啊，能洗衣服帮着洗一下，能烧水的烧一下，能做饭的给做一下。妈妈回来了。我过来了。屋里呢。妈。爸让你回来的。嗯。你说你不好好上班，你跑回来弄啥？这这大事，我咋可能不管？谁家呀，又碰上这事都是大事。爸，你看你，这一家子现在正碰到关键的时候了，咱的呢能不帮他？是不是？哎，这事情在外头可不许胡说八道啊！嗯，再的呢，能不能多一点耐心给他们啊？再的呢，能不能对他们多一点关心呢？行吧。哎，好好，大伙儿能不能显点耐心啊？啊，大家要多多的关心，对不对啊？好嘛，嗯，好。你都走，谁叫你来的嘛？赶紧都走，赶紧都走，走，大三，走，赶紧都走。哎呦，让我走。你哥哥跑来看了谁的？这我叫你来的，看啥热闹呢？赶紧走，我叫你滚，赶紧都走，回去吧。不用你滚，不用你滚，你不，你咋了嘛？你就走啊？你不用你滚，不，你都走，没我，不用你滚。赶紧都回去，什么都回去，都把我当后生的，这是。赶紧都走。哎呦，你在什么做？你们走了可走？哎，文武，哎呀，有吧？这是人死的，有吧？你这么说两句吧。继续，快。我也没啥说的，说心里话，我心里难受。乡党们，看在我这个老脸上，不要给娃一般见识，谢谢了啊！大家都谢谢。你谁嘛？你给整？哎，你好，我叫王琦，我是新来的驻村第一书记。我不认识你。哎，文武，你这次要去哪儿去？我去哪儿不用你管。哎，等等等，文武，你出了事儿，心里难受，大家都知道，一屋子人为你操心，你不能这么走了呀。这样，你有啥事儿，你跟我说，看我能不能帮你，行不行？帮，一天这个帮那个帮，我不用你管，赶紧走。
爸，你去劝恒哥下，他挺你的。我不去，我去总可以吧？谁也不要去。你
你哥现在心里不乱得很，越说越烦。等他想通了，他就回来。那就想不通了。。老来了，好，哎，好，谢谢啊，王书记啊，这一次确实是怠慢了。这怠慢啥呢？谁不知道咱这淳化的荞面活络，远近闻名，好吃的很。来，啊，吃，那快吃啊！吃吃吃吃。王书记，这一次打算在这住多久，就回去？咋？ 你有病，你可回去没有？没有，咋了？他没有在飞扬，那怕他出事儿，咱俩赶紧找人去。你咋知道的？哎呀，不要管我咋知道的，这，你去外边找，问到外边找。班长在吧？你也班长。哦。谁啊？谁啊？你看上我哥了吗？梁文武。哎，看见刘文武没有？往上走了。往下走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走，你看上我哥了吗？没见。 你也站稳。我现在谁都不想见，你走。文武，哥不知道你这几天在飞窑想些啥，但哥一直认为你是条汉子，你是有骨气的人。你站住！绑过来。好，行行行，老道。你就是要强，但是为啥要强不能要到地底下？我就是个残废。 残是残了，飞不飞是由你自己说了算。行，你看上我哥了吗？哦，朝那边走。文武，你想一想，你要是走了，你爸你妈咋办？淘淘咋办？淘淘还小，是你背回来的。你要是走了，你把娃撂这儿了，你成啥人了？ 我不孝，可我啥也干不了。你能干，你只要想干啥你就能干啥。文武，你听我说，你不是个废人，你爸你妈还需要你这个儿子，淘淘也需要你这个爸呀。我不是个好儿子，也不是个好爸爸。 文武，文武，文武，涛涛，救爸爸！文武，救爸爸！
给我多加俩鸡蛋。王书记啊，怎么样，在这儿住的还可以？挺好的，真的。王书记，你就放心。嗯，我知道人家城里人爱睡卧软床，我给他铺了两床褥子呢。哎呦，这次睡着还可以。没着呢。我跟你说啊，王书记，你在俺屋想住到啥时候你就住到啥时候，你想吃个啥或需要个啥，你就跟我说。我要是不在，你跟俺老汉说，俺可立马上就给你弄好。哦，哎呀，真是给你添麻烦了啊！谢谢谢谢谢谢。哎呀呀呀！啊，我炉子还烤着馍呢，你们骗啊！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哎呦，快快快，快快回来了！你看看，你看，放心在这儿住。好，好。他屋里是女人当家，有啥需要给他说就行了。你也看出来了，人是个直性子，对对对，心里不搁事儿。俺屋有钱堆着呢，我是俺女子凭本事挣下的，别是像你呢，还等着鸟给你扒到嘴里呢。我要看你接得住接不住。哎，书记，你也在这儿。小三啊，这回王支书来咱们村，是来帮着咱们搞精准扶贫的。对，这回你可要好好表现了。对对对，我可是我村上最穷最穷的穷困户，你这回要好好的好好的帮我扶持一下。这两天要开精准扶贫大会，到时候你来听听政策。开会？嗯，开会发展嘛。那就想得趁机。滚！你说给我吃燃面，却在我端来四脚饭。让你见笑了。对，他就是我人，村里人都习惯。老支书，忙着呢。让弄啥子呢？啊啊。嗯，哎，老书记，嗯，这德才为啥要去秀莲家接水？啊，是啊，咱这个公用的水管子就修到了马路边儿。啊，谁家要引水入户，另外得加费，还得装水表，用多少收多少费。德才呢，他没钱交这个入户费。人又懒，懒得到马路边去接水去，所以天天就在他屋这儿蹭呢。啊，哎，开始啊，秀莲看着他可怜，给就让他用。可是你说，这时间一久，搁谁谁也受不了。对，啊，嗯，啊，吃烟呢？哎，这说到底啊，就是懒，这是贫困的根。话说回来，咱村的用水问题要抓紧时间解决。嗯，这是个大事。对，来。妈。啊。啊。哎呦，啊！我也。哎呀，妈呀！哦，哦，啊！红武。王世杰。红武。大娘，这弄辣子呢？哦，好，好，好，这辣子美得很。哎呦，给我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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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娘，大娘，你忙你的。走，先找碗喝水。来来来，王书记，喝水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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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坐。我准备在咱村里面开个精准扶贫的动员会，通知你来听听。你为些扶贫的话，我在我爸我广播这边听过，都是听不懂。咱还听不懂？扶贫嘛，就是谁贫困就帮谁。来了你一个。啥意思？你一个不够用，我村基本上都是贫困户。
所以让你来听听嘛。这次是精准扶贫，精准帮扶，明白不？咋办？逢年过节拿些米面油，拍几张照片，在街市上露个脸。我听出来了，你得是对扶贫有啥成见呢？没有，我咋能有啥成见？关键是扶了这么多年，也没见我家脱贫，我觉得还是靠自己出去打工实际些。打工？我虽说没有双手，但是我还是双腿的。我到西安去给人排队去。黄牛啊，你就不怕让警察把你给抓了去？文武，你村里面能做的事情太多了，你跑出去干啥？你跑出去谁照顾你？家里的父母，你出去了谁照顾？你屋有地，也有羊，你种地可能不行。养羊卖羊总可以吧？进不？不进。路上慢些啊。王书记，王书记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你这等谁呢？没事，开始吧。好。开始了，开始了。精准扶贫，就是从输血到造血的过程，是扶贫扶志的过程。我想啊，跟大家一起，咱好好努力，早点把咱桥上村贫困的帽子给他摘了，让大家过好。哎，这道理谁不懂？我三嘴娃都能知道。你给俺来实际的，看看怎么给俺扶你，你说对不对？是啊，做事。我说的有多的没用，就是嘛，想办法让大家把人民币抓了国人保管，大家说是不是？坐下来这实惠的。哎呀，你还敢给我镜头？哎呀，头拧狠嘛，一会儿叫你切头。
可是你小子脑子走走我们，刚来几天，看着跟你都熟的啊。是晚上。哎，文武，来来来来。对，把这拿下。这也太多了吧？哎，口气还大得很，嫌钱多，日子过得惨了，这是，啊？从我出事，我都没收过这么多钱。谢谢师傅。你拉倒吧，还谢谢？只要你跟我好好学，啊，好日子在后头呢。啊，拿着。哎，师傅，哎，帮我留意一下，我还想再买三只小羊羔。我说你这娃子怪得很，跟着我翻羊。不比你养羊来钱快？我屋我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最近我爸我病又加重了，能多挣点就多挣点。啊，也就是的啊。这红绳没黑吗？给我也弄一条，我回头给切头山。行嘛，来找煤呗。来。爸妈，爸妈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啥东西？我看你玩咋行？我的儿子能行得很。你才把钱收好，我去把羊看。把的药在右边第二个抽屉里，你要看着让火了了。涛涛天凉了容易拉肚子，不敢让他冻着了。还有你，身体要紧。行了，别啰嗦了，赶紧上车。集合上啊！咱们再过来啊！嗯，这是咋回事？他是羊病的。在村啊，多是老弱病残的放不成羊，哎，把我羊天天都圈起来养。这天一热呀，羊能不病吗？难怪村里老人都爱生病，这人和羊咋能住一块呢？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！哎，你说咋办呀？千百年来都是这样过的。哎呀，美得很哦！你看这红绳一绑多美的，啊，美不美？我跟你说，我跟师傅都说了，这两天给他造小羊去了。过两天队伍都长大了，你都是老大，你才好好带队伍了。给小环请上了，听见了，听见了吗？
慢些，慢些。哎，文武，咋回事？羊生病了，我把羊拉到兽医站去给看。我陪你去啊。不用，不用，我那去。慢些啊。慢点。老刘啊，最近得身体又不好了，啊，王书记托人在市里头给你带了一些特效药，啊，一大早给你送过来的。哎呀，那就谢谢了。那回屋把钱拿上。哎哎，刘叔，给啥钱呢？要是效果好，你告诉我，我再托人给你买啊。老书记，嗯，再坐。哎。王书记，哎，秀莲嫂子，进来。哎，呀，你看你这面咋能吃呢？哎呀，这面干给你下下的，不吃。哎，谢谢秀莲嫂子啊，以后不用麻烦了，晚饭我自己准备。哎呀，这麻烦啥呢嘛？我跟你说，啊，我还有事情要麻烦你呢。你说啥事儿？嗯，就咱村我贫困户，我是咋定下的？你问这干啥？你给咱物业定一个嘛？让我也去领一点我救济款啥的。爷，这不敢随便开玩笑。我没有跟你开玩笑，我说的是真的。俺女子不是在城里吗？你要是同意，我就把她我户口给迁走。呀，再说了，谁五贫五贫的，还不是你说了算？这还真不是我说了算，政策上不能作假。对于贫困户，我是扶助，不是补助，在政策上是有倾斜的。比如啊。贫困子女入学、危房改造、异地搬迁，你看我说的这几条，你加一条都不占吗？你看你这还上纲上线了。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，这是要大家一块讨论的。这样子说就没意思了。你这吃俺屋，住在俺屋啊，这一个月我天天伺候着你，对不？这咋让你办个事情这么难的？我跟你说。你不给我帮这个忙，我就不养这闲人。你现在就给我走。哎哎！哎呀，你小子命真大，姐夫一条命，这就对了，活就要活出个样来。
等我。哎呀，那一猜就是你。你咋知道是我？你忘了，我上次去你屋，你妈送我一瓶辣子酱，在村谁还能做出这么好吃辣子酱？哎，你咋知道我在这儿呢？你待的地方是我的地盘。哦，对对对，你的地盘。进来坐下，站会儿干啥？来，来，坐。你把个懒窑洞和拾掇的跟个办公室一样。我就随便收拾了一下。这啥嘛？看啊，卖羊卖羊，网上交易。这上边能卖羊卖羊？全国羊市场当日价格。哎呀，看出了，还有咱省的。嗯。谁了？哎，我想好了啊，等咱将来做大了啊，要随时掌握这个全国羊的价格，根据这个价格来调整咱羊的存栏数量。甭说大了，我就为一只两只羊，有啥调整的呢？咱村地广人稀啊，我一片青山，还有我一大片荒地。能种植牧草，适合养殖，有这自然条件，你还愁啥呢？哎，有点意思，你再给他说一说。你等一下啊，等一下。你干啥去？你先坐。老吴，哦，你看，哎，我把小卖铺的啤酒全买回来了。啤酒？咋？喝啤酒不过瘾啊？不是不是，我知道了，你得是害怕一会儿上厕所不方便。没事，有我呢。哎呀，不咋不咋，喝啥都行。还不好意思，上炕。哎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放这厂里不好好待着，你跑到这山沟沟弄啥来？你知道不？这次京川扶贫，我不是随便说说一股风。全国300万干部下乡扶贫，我也是其中一员。说点实际的，说些现实的。哎，我说的就是实际的、现实的啊。你怎么想你娃？好，我有个女儿，6岁了，叫贝贝。可爱很。去年我跟娃他妈也离婚。娃他妈嫌我成天跑来跑去的，不沾家，也不管家，还嫌我挣钱太少。问我，我离婚的时候啥都没有要，我就要娃归我。我想好了，既然要了娃，我就要对娃负责任。我跟你一样，跟所有父母都一样，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工作上有点成就。我没有啥远大理想，我就是希望俺娃能上个好学校，受点好教育，无忧无虑的长大。每天我看见你跟涛涛在一块儿，
烦，我羡慕你。我是真的想来往。哦，对了，俺娃跟俺爸俺妈一块住着呢。有时候我真的想娃呀。我在想，他今天吃的是啥？白天跟院子里的小朋友玩的开心不？我还真的想娃。王世金，你叫我王七得成。好，王七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你在咱桥上村到底还能待多久？桥上村一天不脱贫，我就一天也不会离开桥上村。等大家日子都过好了，我开始好好陪陪娃，不然再养个娃图啥呢？你这么重情义。咱俩一会儿绑在一起干。好。来来。一大筐。哎，你们本本上都画的些啥嘛？你偷看个本干啥？你放到往下谁看不着嘛？你看这啥？羊圈，这是谁的羊圈吗？刘文武的羊圈。哎呀，你再不要跟我开玩笑了啊！你看我样子像开玩笑不？这就是你的羊圈，但是我有个条件。啥条件？你说。你要带着村里人一块干。村里我孤寡老人放不了羊了吗？我想，我拉一批资金。再成立一个养羊合作社，羊和人分离，从根本上解决人和羊健康的问题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看这能行。哎，这啊，都是一些羊圈的图片，你看这咋样？这个还是通风的好。咋了？尿了。啥？咦，真的尿了？尿的好，尿的痛快。跟你说，这是我出事以后第二次尿了。那第一次尿啥时候？还说说。说啥的说，骚的跟啥一样的，你给他看还有救，他俩继续活，继续骗。哎呀，你这话真夸，你要早跟我说，我能把我婆娘骂死。不是老书记，不快秀脸嫂子。老书记啊，是流水利局的工程队来了。真的？啊？别，走走走走走。来，快进，快进，快进，过来啊！快进，过来啊！快进。
快来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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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坐坐，坐坐吧，哎，坐好，坐好，这次来呢，给咱解决大问题。哎呀，您敢坐下来？啊，好。哎，伯伯，嗯，给，这你拿着用。俺咋弄上电话吗？我把俺爸手机拿过来了，咱合作社马上成立了，你没有手机咋谈业务呢？来，我教你手机咋开锁，这是解锁键。俺通话键，你给打过来。开。刘文武。回头拉洋的时候，我让人来通知你啊。那人合作社来拉洋的事，咱就说好了。你放心，人跟羊不在一个窑里头住。回头把院子拾掇一下，好好住人。王书记，你可真是给咱办了大好事了，吃口饭来走。我不吃了，还有事儿，先走了啊。好，那你走啊。王书记，吃了没有？吃了。俺村的锁子不？锁子啊，他听说咱合作社的事，他也想来呢。他有十只羊，就等着你点头呢。对是啊，还真让王书记给说对了。从咱这合作社办得好，咱闺女家在外边打工就都会回来的。只要信得过我刘文武，都让来。对，那俺回头跟他说。好。来，我帮你喂羊。不用了，你歇着吧。我
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从隔壁村请回来的柳子，以后主要负责沈阳工作。柳子，给大家讲讲。大家好，我就是柳子，我毕业后就在城里头打工，也没混啥名堂。这最近听说咱村成立养羊合作社，我觉得父母年纪都大了，刚好我专业对口，就想着回来跟着文武哥干。咱王继父也说了，在咱这儿已经能干出一番事业呢。我相信王书记，也相信咱政府，咱这合作社一定能弄成的。好。马姑娘，你也说两句。我说啥？我不会说话。你给我把羊养好，把钱给我买下就行了。锁子是咱平西村的，只正给咱负责政务这一块。啊，我也没有啥说的，就一个字，好好干。我三个字，我一个字。王书记。哎，秀玲嫂子，我看你这合作社闹得好啊，我就说了，你这有本事的人肯定能干成大事情。是这，我跟俺老还商量了一下，我想给你这合作社入股10000块钱，就当帮助文物了，你看咋样？好啊，谢谢秀玲嫂子，那我宣布一下。行。哎，大家，我宣布一件事儿，秀玲嫂子决定出10000块钱入股咱们。合作社，大家鼓掌！好，好。王书记，上回的有个事情，我给你赔个不是。啊？啥事儿？我不记得了。对对对，不记得了，不记得了。咱现在有力气吃的。有羊就吃羊，大家的投资我都记着了，以后加倍的还给大家。死了104只羊，还剩23只羊。文武哥，其他羊也都看了，也都快不行了。文武，我一点没偷了，这事真的不能怪我。我觉得八成问题在牧区羊上。那到底咋弄嘛？这样，你先把好的羊给它隔离起来，咱俩把生病羊送到兽医站。行好。文武，趁人们不知道，咱把这拉集市上。能变多少钱是多少钱。文武，你到底说话下？这事情来得太突然了，你知道咱这镇上药子无全吗？那你尽快催小刘去啊。好。快救切口！救切口！快快！快，切口不行了。走。
啥？他把四阳拉到集市上去了。文武，这想干啥？这死这么多羊，咱卖上些就少赔上一些。这回你要听我的，我可是为你好，多少钱都不能卖。能卖咋不能卖呢嘛？逮财，这些羊得啥病死你知道不？羊肉卖出去，要是有啥问题，咱合作社能承担得起。都啥时候了，你还考虑这么多？你根本就赔不起嘛！赔不起，这全队的事我刘文武也不干。你就是个犟驴！我也看着这不保险，这都是钱，羡慕。哎，我又感觉不保险。哎，马姑娘，赶快把羊要回来，咋回事嘛？光出这事情下，我早知道这事儿都弄不成。文武的羊自己都养不好，还要咱的羊，就是我羊钱他必须给我。马姑娘，这种时候咱恐怕不能这样对文武吧？一开始他刘文武就说了，不管啥时候想进想出都行。马姑娘，你咋能这样说话？你这不是落井下石吗？你锁子给推。打了闹点像啥呢？你放心啊，合作社我一定能把你救回来。你在这说话不腰疼？啥意思？你说谁站着说话不腰疼？别人不知道，王琦，你还不知道，我刘文武是合作社负责人，赔的钱都要我还的。羊死了我也很难过，但说破天了。这不就是一百只羊的事儿吗？一百只羊，王琦，一百只羊多少钱？你算过没有？我拿啥给人家还？这合作社我不干了。你再说一遍。我不干了。你不干谁干先？啊？干啥事儿能顺顺当当的？有一点困难你就怂了？你就是个逃兵，你算屁英雄？我不是英雄，我是农民。铁头死了，一百多只羊死了，羊是乡亲们的，我拿啥给乡亲们还？拿啥给乡亲们还？这不是还有合作社呢吗？你现在就撂挑子了，让我咋办啊？你还能不能行了？你咋怂了些？文武，我一个没有上手的人，我就是自不量力，总还想着帮别人养羊。你没有双手，你有没有志气？你现在走了，你把摊子给我了，你给得起我吗？我不是夸大了，车都带了。你让我跟侯部长打交代，赔那么多钱，向我征服我给兄弟们打交代。还有二十只羊，二十只羊，谁管我的死活？我最后问你一遍，干还是不干？我不干。
过就是个扶贫干部。我不是神。你不高兴的时候可以冲我穷哄穷哄的，我有气的时候跟谁发气。我每天白天给你说一些鼓励的话，晚上同样的话还要再跟我自己说一遍。我就是害怕我自己倒下来。我也有撑不住的时候。你想想，我每天给你打气，谁都给我打气，谁都给我打气。是我的领导，知道合作社的事儿，马上赶过来了。你有啥想法，跟部长聊聊。好，文武啊，有什么困难就直说，想到啥就说啥。合作社突然死了一百只羊，我心里乱得很。以前吧，我靠自己养羊贩羊，一年还能挣不到5000块钱。现在合作社成立，一年能挣到2万块钱。虽然效益好了，但是风险也高。合作社规模扩大。是件好事，但是我带着乡亲们一起干，怕干不好，心里没劲儿。喂，文武，这心里怎么能没底儿呢？啊？你说的呀，我都听明白了。文武，你一定要从这次死羊的事儿里啊，吸取经验教训，但是一定要记住，不要在这件事上钻牛角尖儿，啊？我这次过来啊，就是为你解决实际困难的。比如说，羊的防疫问题，羊舍的通风问题，还有后期的销售问题。当然了，最重要的是资金问题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你觉得我老洪会骗你吗？啊？这个桥上村啊，因为成立了合作社，不少的贫困户已经主动学习这个养羊的技能了，而且开始在互联网上学习怎么卖羊了，是吧？是。这是大好事儿，啊！哎，洪武，我正好有件事儿啊，想跟你商量一下。你看咱们现在合作社养羊的品种，能不能从现在的布尔山羊、小尾寒羊，逐渐向这个食草少、抗病好的新疆细毛羊，还有杜伯羊上转变？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是吧？可以，可以。我们呀，在中国残联、扶贫办还有金融部门呢，做了很多的工作，这点呀。你大可以放心，党和政府就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。文武啊，你记住一句话，越努力越幸福，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。谢谢黄部长，我已经带着乡亲们好好干。文武，这下心里有底了吗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文武，你这洋家伙叫唤你，来看。订单了。
多好，喝好就走。哎，亲家啊，亲家。大家那个抓紧干啊！你看这京闻风云的政策有多好啊，提高了咱们的销量，咱们销量就要过千斤了。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拥护党的纲领，遵守党的章程，履行党员义务，执行党的决定，严守党的纪律，保守党的秘密，对党忠诚，积极工作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，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，永不叛党。在迷雾就见到阳光，不愿放弃是我的信仰，我在梦开始的地方，抓紧我的手别再彷徨，勇敢前行是你给的目光，无所畏惧奔向胜利，插上翅膀飞越更高的山岗，
起来，谁也无法阻挡，阻挡我回报你们的爱。我要飞跃起来吧，活出我的精彩，活出我。抓紧我的手，别再彷徨，勇敢前行是你给的目光，无所畏惧奔向胜利彼岸，插上翅膀飞越更高的山岗，飞越起来，我飞跃起来。